1, Decimal 3. Good afternoon, taxi Bravo 1, Charlie 1, Bay 26. And you can ignore all the red bars, they are switch on for check.繁忙时候，呢啲航空交通控制员每做三个钟头就会休息半个钟，反映出佢哋嘅工作几咁繁重，亦都反映出近年香港国际机场空运量急剧上升嘅情况。过往十年，本港机场旅客人数增加近一倍半，货运更加超过两倍。过多月前，有三个财团建议兴建新机场，究竟而家香港国际机场嘅容量系咪已经饱和呢？我哋覺得呢個機場而家已經事實係飽和，因為最高每個小時嘅吞吐量咧應該係30班機，而家已經達到28。以民航處嚟講咧，機場大部分嘅設施都未到達飽和嘅，只係有其中一項嘅設施咧，即係我哋嘅客運大廈咧，就而家係接近飽和點啦。Right now the airport is not saturated, and as a whole, except during the some hours of a day.And however,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ncreasing about 7% and number of the flights coming into Hong Kong 7% annually, in about 5 years' time, which will be 1992 or 93, will be a saturating point at this airport. 航空界人士表示，本港機場繁忙的程度在亞洲是僅次於最繁忙的日本成田機場。本港機場只有一條跑道，但是現在機場附近的環境並不容許再起多條跑道，飛機升降範圍內的樓宇高度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如果起多條跑道，即是要將附近過高的樓宇移平，賠償金額會很龐大，因此這樣做並不實際。本来跑道越用得密是越理想的，但是飞机飞行的时候后面会产生气流，如果后面是比较细型的飞机太过接近，经过前面大型飞机的航线，就可能受气流干扰失去控制而出事。基于安全理由，如果两架体积重量相近的飞机航线会相交，最少要相隔两分钟才可以使用跑道，如果細機跟住大機使用，相隔嘅時間仲要長啲，所以就算以同樣大細飛機連續使用，跑道每小時最多只能夠容納30架飛機使用。為咗更有效咁樣運用跑道，航空交通控制員會安排先後升降嘅飛機航線唔相交，好似一架飛機響跑道尾升空，後面雖然會有氣流但是跟住降落的飞机着陆的地点是在近跑道的另一边的，不会跟前一架飞机的航线相交，这样就未必一定要等两分钟了。现在机场繁忙时间已经有这样做，究竟再扩展跑道容量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我们能够增加那个跑道和滑行道之间的距离呢，我哋將會有足夠嘅地面空間咧，嚟到改善嗰個離開跑道嘅設計。咁喺咁情形之下咧，我哋將會可以使到跑道嘅容納量咧增加大約一成，即係大約每小時33架次左右。咁就因為我哋機場嗰個地理環境嘅關係咧，佢差唔多俾山圍繞住咧，咁可以容納升降航道嘅空間咧係有限。喺咁情形之下，如果我哋係要保維持翻現時嘅安全標準咧，我哋認為咧，33架次嘅飛機已經到達咗機場跑道嘅極限啦。民航處認為另一個方法就係分散繁忙時間。而家繁忙時間係集中下午一點到四點左右，其餘時間嘅使用量係仍然可以增加嘅。例如春節期間，每日嘅航機增加咗約20班，主要係中港之間嘅航線。不過，一些非國際航線的航空公司就認為這個方法
唔係咁可行。If you suddenly force an airline in Hong Kong to leave or arrive at a certain time, it means that its whole scheduling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upset. So, with the best will in the world, the airlines understand the problem, but they're governed by timing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 it's not possible really to keep Hong Kong happy and keep everybody else happy. It isn't possible. 就算係亞洲區航線，一啲航空公司亦覺得有困難。例如，如果要日本來港嘅飛機早上抵港，避開繁忙時間，亦都會引起問題。Capacity may be possible for an increase by the rescheduling, but the rescheduling certainly creates a problem for an airline. Airline may eventually have to be leaving Japan, for instance,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passenger will get up at 3 o'clock in the middle, which can hardly be considered for it, and then may result in airline business down, and also may affect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現在飛機班次時間是航空公司大家協商決定的，如果日後為了容納更多班機，民航處不排除可能要由政府出面決定哪間公司哪個時間可以有班機服務。飛機班次頻密了，停泊飛機地方的需求也都相應增加，這處飛機維修廠對開的長期停泊位置原本只是俾貨機或者逗留較耐嘅飛機停嘅，但係自從舊年九月開始，繁忙時候唔夠位，一啲航空公司就要將飛機停響呢度上落乘客，咁樣航空公司覺得唔係咁方便。If it's raining, it's obviously inconvenient. It's not very pleasant for the passenger. There's a bus ride, which is also not very pleasant.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it is an unsatisfactory situation. The passengers have to go out in this way. So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the airport is congested. 乘客能够直接经机场客运大楼连机桥上落飞机，当然系最方便啦。但係繁忙時候，現有嗰八個連機橋停機位只留翻俾大型747飛機使用，因為佢哋載客量最多，而且747機停喺外邊會佔用太多地方。為咗慳翻啲地方，細型嘅飛機上落搭客就唯有用車去轉載，咁樣做有啲航空公司自然唔係咁中意。不過要加建連機橋係有困難嘅。例如在機場大廈這一邊繼續興建，必要大興土木，將污水渠改建，花費龐大。民航處仍然考慮緊有沒有其他方法。雖然民航處同意現在停機坪比較擠塞，他們仍然覺得機場的土地是有再擴展的潛質的。好像這幅草地已經獲得政府批准今年動工改建做停機坪，可以容納三架747飛機，希望國建是配合跑道達到每小時30架次水平而進行的。在維修飛機庫旁邊的警察駕駛訓練學校原本已經是預留給機場國建的，民航處有計劃將這一幅地國建成停泊飛機的地方，估計可以容納6架747飛機。這項國建是為了配合未來增長，一直到公元2000年初的，屆時如果有需要，在九龍灣填海或者搬遷皇家輔助空軍基地都是可以考慮的方法。對於不斷增長的空運服務，機場大樓也都有必要擴展。一些航空公司表示，現在他們的離港登記櫃位大部分是浮動性質的，尤其是繁忙時候交替使用櫃位會造成很多混亂。另外，春節期間呢處旅客等候嘅地方，亦都要改俾中國民航嚟做登記櫃位。民航處正進行緊嘅機場第五期擴展工程，主要就係增加機場大廈嘅容量。呢項耗資2億幾元嘅工程，會增加一倍處理旅客嘅地方，包括增加航空公司登記櫃位、人民入境事務處櫃位、行李提取設備，以至連接機場附近的交通。工程完成之後，機場大廈處理旅客的水平會由現在每小時3400人次增加到5300人次，足以應付到1995年間的旅客增長水平。至於香港國際機場貨運和維修設施，
又是不是可以配合空运增长呢？下一节我们探讨。货运量比前一年增加近25%，虽然是这样，航空货运业人士并不认为机场航空货运的设备已经达到饱和。 No, our cargo facilities are not saturated. We had some difficulties in 1986 because of the 23% growth in tonnage, but we are at the moment doing renovations for the old terminal, and once these are complete at the end of 1987,Our handling capacity will be 680,000 tons a year. We handled 517,000 in 1986. 停泊在货运站这两架货机都是包机。本港航空货运量需求增长迅速，也都可以从包机数目增长反映出来。香港空运协会估计，去年下半年包机增加了30%多。空运业人士觉得旺季挤塞是由于厂商未能够好好协调出货的时间，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高价产品多用了空运，好像这些高价西装为了赶时款，而且从货柜拿出来即刻可以卖，不用整巢，所以就用空运。去年成衣占空运货物总值的40%多，一些潮流產品好像玩具和電子錶也都開始多了用空運。還有一個原因，中國經香港轉口外地的空運量日漸增加，因為內地空運設施和服務未滿足到需求。為了應付不斷上升的貨運需求，空運貨站已經盡量向高空發展，即如使用电脑操作的吊机来搬运叠高的货物。为了能够利用这些多层高的货架，空运货站旧翼的一些地方已经进行拆卸，等楼底高一点，配合多层高货架。照空运货站估计，现在的设施只足以应付到1990年，所以他们已经向政府申请兴建第二个货运站，地方呢就是现有空运货站停车场对开的一幅草地。空运货站公司希望第二个货运站在1990年起好，能够应付到公元2000年前的需要。不断需求新土地扩展是香港国际机场各方面要面对的问题，维修飞机是其中一面。飞机维修往往要广阔土地，另外每逢试验飞机辅助动力引擎会发出赤耳噪音，所以一定要好像这架飞机这样拍法，令到噪音发出的方向远离民居，不能够好像这两架飞机这样拍法接近民居，也就是说维修人员停泊飞机的空间是受到掣肘的。务求节省地方，港机工程公司部分飞机维修工作在多层高的工场进行，例如将引擎拆卸下来做维修，然后送到另一层做检验。港机工程公司觉得他们仍然有些大厦可以加建做工场或者办公室，对于应付未来空运的增长，他们有这样的打算。The most obvious solution to us, and the immediate one, is to fill in the grassed areas outside the hangar to provide us with facilitation of the towing out of aircraft in the morning and a better link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apron and the long-term apron and on to the passenger terminal apron. Following that, the next obvious solution is to move eastwards with the long-term parking apron into an area which is currently occupied by the police driving school.而家香港国际机场无疑仲有唔少可以扩展嘅地方，不过一个位于人口稠密市区嘅机场，空运繁忙程度增加，安全问题系令人关注嘅。政府曾经聘请顾问公司研究未来航空需求，1975年嘅顾问报告就指出，由1970年至1975年发生空难嘅危机增加咗1倍，
到1984年空难危机会再增加一倍。虽然是这样，民航处就觉得实际上不需要担心。安全标准来讲呢，民航处呢就是非常之重视的。咁就以往所提及的意外的或延率呢，就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呢，或者是认为航机增加了班次呢是会有些影响。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忘记呢，航空业的一路的发展呢，是使到飞机的飞行安全标准是一路增加的。同时呢，在地面的仪器呢亦都是将它的精密性呢亦都是一路一路发展的。咁呢，我哋係唔能夠係以一個常人嘅推理嚟到認為呢個或延率係會增加的。本港以往飛機失事大部分係響跑道向海嗰一面嘅地方發生。即使係咁，機場接近民居，飛機失事後果始終係不堪設想嘅。另外，航空交通日漸繁忙，噪音对居民的骚扰也都会更严重。所以虽然本港国际机场暂时仍然有条件继续发展，找另一个适合的地方来起新机场，长远来讲是有需要的。政府曾经找顾问研究在远离市区的赤立角兴建机场，后来以财政理由搁置。今年一月间，合和、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三大财团建议兴建价值250亿港元的新机场，取代现时的国际机场。最近呢，中资机构和怡和有限公司亦都加入发展计划。财团仲同政府的高层策划小组开会，深入探讨。财团提出四个建议，包括在大屿山西北面填平赤立角兴建机场。其余几个建议是在大屿山和港岛之间建造人工岛，兴建新机场。财团认为这个跑道南北向的 D 方案最适合，所有建议都为兴建双跑道机场，大为提高机场的容量。机场邻近还计划兴建30个货运码头，处理货物起卸。新建设的道路网除了连接港岛西面青州，更加会连接北面新界的公路网，以至接驳到中国的广州、深圳、珠海高速公路。航空界人士认为，本港需要起一个新机场的急切性有几大呢？ Well, our long-term forecast is based on 8% growth per annum. And if the Hong Kong economy grows at that level as well, then I would think that the second runway may be neede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We need a new airport, and the quicker we, in fact, the government makes a decision to have an investigation and starts to put this into operation, I think the better. Well, such a decision should be made today. And I think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right now takes longer time than before, let's say 10 years. And it must have been okay for 5-6 years before, but nowadays we have to get the consensus of everybody concerned,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own itself. So therefore, making a decision today and will give us a new airport in 10 years after. 如果你根据数目字来分析，你将啲飞机由朝头早6点排到夜晚11点降，密密麻麻，咁你可以挨到超过2000年都得。咁但系我哋要睇呢、這个机场咧，尤其是空运，对香港嘅工业系好重要嘅，佢进出口好重要。如果个时间唔方便咧，你可能引致好多飞机唔嚟，咁呢个咧对香港嘅工商业系一个好大嘅损失。财团提出新机场嘅建议之后，政府曾經形容建議是富想像力的，亦都表示海港碼頭設施的需要比新機場來得更迫切。財團覺得政府和他們的立場分歧在哪裡呢？我覺得主要的分歧就是在時間那裡，大家都覺得這個兩條跑道的飛機場對香港是有需要。政府的看法就是我啟德機場都還有這麼多的設備在處，我們可以捱到2000年以上。我們覺得就是香港你不是獨市生意，如果你要跟其他的城市競爭的話，你就一定要將設備更新，效率提高。所以越早能夠將這些效率提高，越對香港有利，所以應該盡快來到去做。
民航处正在研究提供资料俾政府，了解未来空运增长嘅需求。从专业角度嚟睇，佢哋认为本港几时需要新机场呢？如果我哋是認為到了啟德機場到達飽和點的時候，而不想限制空運繼續的增長的話，我們是需要一個新的機場的。那通常來講，建設一個新的機場由策劃直至到建設完成的階段是需要大約十年左右的。那即是說，如果我們要在2000年是需要一個新機場的話，我們就要在十年之